听风起苍穹，信八方豪杰入我麾下，唯愿兄弟戮力同心，全军出击，以辽源之势安定天下，吾与汝当共建万世王朝。大人，大人，您终于醒了。先皇已经，他牺牲了自己。正如预计，天启预，您不在的期间，如今虽然我们损失惨，囤积资源，点击建造战略中心，太棒了！听闻有两位武将正谋求明主，前往。大人，请再招募一名英灵。恭喜大人获得此等帅才，时不我待，将此二人编排入伍。关于本英灵，应拖拽太史慈上阵，拖拽灵统上阵征召，可携带兵力上线，是跟随英灵等级增长的，大人请时时留意。初期英灵等级低，可携带兵力尚且不足，建议优先战无不胜，大丈夫当立不。初期不要出征太远或等级过高的土地，以防造成巨大的损失。完成了不少任务了，可以去领取任务奖励。大人，您如今已掌握了建国，通过完成这里的任务，大人可以逐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，以待一统天下的时机。大丈夫当立不世之功。战无不胜。大丈夫当立不世之功。
战无不胜。我的见识可从未服老。大胜敌军，战无不胜。我的见识可从未服老。大胜敌军，之功，战无不胜。我的见识可从未服老。大丈夫当立不世之功。胜敌军，战无不胜。我的见识可从未服老。
丈夫当立不世之功。大胜敌军，战无不胜。